为什么要跟我打招呼？星期一。开机了啊？你说啊？你说谁？我没有看到，他们刚刚不是有新开车过来？什么？他们不是那个谁是怎么卡怎么的？对啊，我刚才看到哪里？不知道。我记得他刚才就到这边啊。下这边。那拢差不多呢，礼拜拢差不多时间。对啊。
大家早，那个看一下，威廉斯早安，聪明早，温柔早，是啊，我觉得这个货还好啦，货还，因为它现在车子比较大，这样载就很多了。如果是以前的小货车，这样算还好。那因为现在车，那现在的车比较大，第二大。昆凌哥，我先去买早餐了，你们先看一下。现在有新早茶哦。有。先买早餐。
坐啦，我坐。好，你先，你不要买，是吧？来，这个。新木炉就可以了，最多的啊，海鲜就好啊。对啊，今天有清早打，盛奇今天应该在家里，盛奇到，盛奇在丰原哦，你会不会无聊啊？盛奇到，虽然到。带公司的，好，拜拜。
陈组长，那个仙草茶，不是的，仙草茶不知道，不是上次不是说什么新竹山上阿嬷熬煮的吗？上次说什么新竹山上阿嬷在熬的。李组长。了解你啊，今天蛮多的哎。今天很多哎、欸，我都忘记你们现在货车比较大。陈军长，